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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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4年4月5日啊，东方大旗手啊，听闻足共全当史清江啊，咁啊话说嗱，帮佢戴下头盔先，佢咁样讲咧都系有建设性，就为咗特区政府嘅好啊，同埋中共嘅好，因为共产党灭亡对佢自己对香港都系最好嘅，嗱呢包揽数众啊，所以每每都要有啲建言戴下头盔咁样，就话说压咗稳喎。日夜刀缤纷，经济难翻身。只不过呢佢个刀字啊就换咗大刀王五嗰个刀啊。今回嘅头条啊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关炳强嗰啲事啦，保安司都关事㗎嘛，系咪仲有萧泽颐啊吓，治安沦陷，六杀啊，咁啊闸车即系挡住架车各样啊，然之后使出七船斩，走唔甩啊吓。虽然呢啲呢应该都系黑帮仇杀，但唔排除系债仔。而家啲追讨办法就系咁㗎啦，见刀见枪。甚至乎、啊、有机会是渣女，咁未至于嗰啲叫做 serious killer 嘅，即係无定向丧心病狂嗰啲呢，如果唔係大家真係要着太空衣出街呀、啊、呢、这个万无一失啦，得唔入㗎嘛。讲到啦，咦唔係喎，正当工人嚟㗎喎，就喺4月2号凌晨啊，一名中年装修工人，男性应该都系啦，就唔牵涉性别歧视，只不过男性多啲啫，搭乘友人嘅座驾喎，都有啲钱啊，有车返回油麻地屋企嗰度，呢个住唐楼嘅应该呀、啊、底部之后呢突然啦、啊、有一架七人车同埋一架私家车前后集停啊，咁你有机会系嗰啲装修工人争人数啦，呢、这个唔出奇。又或者啦、啊、手工唔得，啲黑帮大佬唔鍾意，事主跳车逃命啊，咁佢朋友点啊，咁啊遭到对方呢啊，佢朋友又醒喎，知道唔系追佢，就遭到江湖七怪少咗一隻六杀啊，咁啊追斩事主手部中刀，应该系揾手挡啦吓，当咗自己铁臂人啦吓。歹徒得逞之后啦，弃下七人车就搭另一架私家车走嘅。哇，好熟手啊！佢知道前一架车咧可能偷翻嚟咩都好啦，总之唔关佢哋事。车换车咁样离去噶，留低架车俾你，有接应。哇，大茶饭喎呢单嘢，个装修佬咩事啊？得罪边个？事主经救治之后仍然严重，阴公啊，飞来还我。虽然唔知佢乜水，执法人员啦喺套上假牌嘅七人车入边，你睇下几熟手，检获刀棍同埋一批嘅车牌，车牌都有一批嘅，咁佢直情送埋架车俾你，咩事咁大仇口啊？嗰度起码牵涉到20-30万嘅事啊！诶、佢就喺伤者嘅友人座驾嗰度咧，检获呢个韦其明先，蓝精灵诸如此类啦吓，乜都蓝精灵，总之就系唔好吃嗰啲嘢啦吓。咁啊，拘捕呢个90后嘅司机，90后就识揸车啦，30几啦都，已经系两星期入边发生嘅第二宗严重伤人案。咁东方讲到啦，夸大咗啦，歹徒不分昼夜，动辄斩人，诶，就即系一单系夜晚，一单系日头噶咯，佢话不分昼夜啊嘛。香港治安沦陷，枉论经济可以起死回生，为佢哋嗰啲黑吃黑啫，你见到嗰架私家车入面都有嘢嘅，咁关其他人乜嘢事呢？系都要赖埋落水，系咪？你大澳爆市渠，跟住香港又沦陷啊！好明显，东方呢就非常唔 all right 呢个共产党嘅，听灭咗共产党史清江啊！嗱，不过呢啊，就系为佢好嘅建设性啊吓，呢名男士啦。姓梁40岁，哦，一大一细咁样带住另一个90后嚟㗎嘛。报称装修工人，应该唔系啦。佢个 sidekick 冇讲你听啫。part-time 山菜哥嗰啲啊，鱼蛋虾饺烧卖啊，边个字头。对于油麻地嘅文英街啊，点问下喎。凌晨时分啦，姓梁工人搭乘姓蔡嘅男友人26岁嘅银色私家车返回住所，凌晨3时几嘅时候呢，一辆七人车奔驰而至啊，3点几都仲仆佢啊，敬业熬夜啊，隔离字头。咁啊超车砸住呢个事主。喂，其实你唔停嘅话呢，可能冇事干㗎喎，你撞晕咗佢哋㗎嘛。你停你又出事啊，应该踩油，即係呢个唔醒目啦，姓梁嗰、那个。你应该同姓蔡嗰个讲，我哋有安全包包，即係嗰啲气袋啊，唔驚㗎，撞埋佢。咁至少撞走咗佢之后呢，你冇事㗎嘛。你而家唔系㗎，一砸住你驚撞，咁咪出事囉。结果啦，人哋果然啊就离开自己嗰个座驾，
跟住呢就飞沙风中转，将佢斩到变牛肉饼啊。到手得逞之下，即时跳离呢个私家车往渡船街方向逃去。附近职员呢、这个系柴先生仲未收档。茶餐厅职员表示啦，当时呢炸闻撞车声响，有人高声呼救。边个救你啊？哇大佬刀光剑影喎、你无啦啦走个苗人凤出嚟帮你挡刀啊，冇可能嘅事啊，你最多帮手报警嘅啫。但係佢可能等三十几分钟先嚟㗎，尤其有刀嗰啲佢哋唔理㗎嘛。咁走出店外多事干啊，循声查看，话佢都算大胆啊，斩埋佢啊。就见到姓梁嘅男子啊，坐喺地下全身披血，神情痛楚，不断大声呼叫。咁佢又代为呢个报案求助㗎。虽然严重啊，算系一个教训咁解嘅啫。原因何在呢？使几十万嚟啊，都未将佢送去见阎罗王。咁好明显都唔系好想攞佢命嘅啫，攞佢命佢唔喺度噶啦。我谂系俾个警告啊，叫佢顶头大佬知道，即系唔好黑吃黑嗰啲嘢啦。事主最后送往伊丽莎白医院啦，经救治之后情况严重啊，执法人员围封现场。事主搭乘嘅私家车左车尾咧俾人撞毁，有车辆碎片各样。哇，犀利！另一架车据了解咧就系、是、塞车嚟嘅，但系同时之间检获嘅系哇开山刀、伸缩棍啊，同埋一批车牌。边个咁多伸缩棍啊？伸缩棍呢啲嘢唔系人人有噶噃，系咪有人睇场啊？你要问下啲退休警官啊。咁亦都喺事主嘅车上边啊，就揾到啲唔系干冰，总之就系冰啦吓。咁、另一位司机咧，报称姓蔡嘅司机，原来系推销员嚟噶，咁啊唔知推销啲乜嘢啊吓。案件就列作伤人、藏攻击性武器、行使虚假文书，仲有藏毒。咁姓蔡嗰个都有情有义啊，都仲坐喺度同佢一齐受把，系嘛？咁东方又同你回味翻啊黑帮纠纷啊嘛。筲箕湾单案啦，3月24号下昼3时几，嗱呢单日头嘅唔系德古拉伯爵，一名姓黄39岁男子驾驶7人车喺筲箕湾南安街81号对开，落车之后咧，一名男子突然扑出。嗱呢单嘢晏昼做嘅就唔使咁多事干啦，平少少嘅。即时金蛇狂舞刀法啊，黄男身中10几刀，得逞之后咧，刀手就搭乘私家车离去，唔排除事件牵涉黑吃黑人员、警务人员啊，讲紧而家喺度追捕紧一名肥身材尼龙瘦虎。案发时戴黑色帽，认唔到样啦，真系白色口罩，咁点认啊？着黑衫同埋黑短裤嘅凶徒，破到案先讲啦吓。咁呢啲咧，好多时都系嗰啲巴基啊，甚至乎系黑黑做嘅。不过香港地啊，有几多个黑黑先得嘅，所以应该巴基就多少少嘅南亚裔咁样啦，亦都系东方非常之唔 all right 啊，成日针对嘅一批人啊吓。呢度罪案频仍，假难民祸港安宁衰踢走咁话嘅，针对接二连三嘅罪案啦，所以咪话咯，有冇搞错啊？本事同根生。相煎何太急呢？议员郭佩凡认为不可接受啊！呢个系巴基斯坦大学毕业嘅郭佩凡女士啊，吓、喂人哋大佬啊，南亚巴基唔系南亚吓，咁、可能佢针对南亚啦，咁啊引入多啲巴基啊嘛，啊啦啊啦啊啦，咁、但系会唔会辣着埋嗰啲巴基噶？即系郭佩凡嗰啲同乡唔清楚，十成熟博士。佢又指啦，各界拼经济嘅情况之下咧，我知纸扎铺多咗好多生意啊，特别清明啊吓，社会安宁。安全相当重要，出现问题咧系会影响经济发展咁话嘅，所以维持本港治安啦，就要设法解决假难民问题，包括律政司要研究点样喺终审法院嗰度咧裁决结果。喂，情况其实同东方日日喺度揭露嘅嘢一样嘅啫，日日都冇改善噶啦，系咪？即系做个样讲下嘢咁样，听灭中共，全党史清光啊！咁东方呢度已经断咗佢死证噶啦，嗱呢度劈友藏毒大刀会。难怪经济往下沉，呢、这个唔得押韵啦吓。咁、但系有东方同我哋做一个 recap 都系好事，就知道香港目前系点样嘅环境啦。香港近日最热嘅话题啊，咁冇办法噶，因为郑雁雄咧，佢唔处理恶意流标、恶意唔保地价、恶意执笠、恶意裁员、恶意贱租铜锣湾买两送饭、恶意沽股票、恶意沽楼、恶意。
意贱卖资产，恶意唔投资，仲要中远城市指数恶意下跌，施永青恶意走之，满满嘅恶意，周围嘅恶意佢都唔处理，最后咪变成咁咯，冇办法噶、哦。海公啊，呢、這个乌坎村嘅乌当当，君非亡国之君，神乃亡国之神啦。香港近日最热话题，东方讲到啊，墨鱼食肆排住队执笠啦，嗱，恶意执笠啊，你郑雁雄啊，起码都捉翻三五件呢啲凌迟处死，咁佢哋咪唔敢执笠咯？你唔系咁做嘅啊，海公，好多人都关注啦，经济几时先可以走出低谷？你真系要俾个期你，我惊你绝望啊！咁东方讲到要搞活经济咧，除咗救市措施不可少，但系踎波已经禁停咗你啦嘛，佢唔派消费券，仲要减糖，风声鹤唳啊！啊，哀鸿遍野，一个地方治安好坏咧，同样对经济造成直接冲击咁话，咁佢可能系讲紧嗰啲黑道中人啦、啊。但系其实我问大家啦，大家都唔系好理噶啦，点解啊？唔会点错相噶嘛。不过你如果讲治安好坏嘅话咧，更加重要嘅，喂，麻烦你维持下郊野公园嗰边啲治安啦、啊，行下郊野公园都可以俾人老掠嘅，你知啦。香港人最鍾意就係行郊野公園㗎啦嘛，你係咪要多啲人行必維持住個治安啊？上幾單好彩咗喎，劫財咗喎。咁東方講到啦，啊，香港暴力血案頻刑啊，呢、這個其實大家有睇周星馳嘅功夫就知啦，上海灘啊嘛，喺油橫筏嘛，仲有冇黃法？劉黃法啊，冇黃法。東方就講翻啦，啊，又有呢個尋仇劈友事件，仲涉及呢個闖毒，實在係烏煙瘴氣，治安不正啊。咁你要揾翻。萧泽颐严刑拷问一番咯，香港治安归佢管噶嘛，系咪？而家又变咗新治安，乜唔系话国安大法啊，就有助维持香港嘅治安稳定嘅咩？我唔知国家安唔安全，但系条街非常唔安全。而东方就形容到今次咧呢种系行刑式处理，被袭者、施袭者、揸车司机等等，通通冇个系好人啊！嗱，一只手指头指住人，九只手指头指住自己啊！吓，不嬲东方。方布啊，都有另一个名噶嘛，就系、是、白色粉末布，系咪？即系话佢啲纸质靓啫，咁佢都冇乜资格去批评人。不过唔紧要啦，可能今次对付嘅就系东方个字头制造单事端啊，再批评共产党几样嘢夹埋一齐，听未足共全党史清光嗱、啊。不过为佢好噶吓，喋、啊、血街头、毒品泛滥、打家劫舍、假难民作奸犯科，越演越烈啊！每单案背后都同呢个十点之后我话事啊，非常有关系。香港啦，被讥为呢个国际大都会，港府呢就完全一副大模私样咁款，冇认真执法，冇认真反黑，人哋有你唔见咋啩？刻意抹黑香港治安啊，居心叵测。更何况啦，啊，你唔好成日讲人哋嗰啲南亚裔各样啦，中东王子啊都系菲律宾歌手，人哋有贡献噶，甚至乎有三十几亿走过嚟，哇！你话如果真系唔投资嘅时候呢，都几面懵噶喎，系嘛？定系喺香港？会搞翻个演唱会，再用演唱会嘅收入去资助嗰条中堂空铁啊！佢都算悭皮啦，正如今次啫嘛，请亲嗰啲啊，都系南亚裔，点解唔请本地居民啊？呢啲嘢冇得外判噶、啊，原因好简单，够平咯，又冇身份咯，请佢哋作案就最好噶啦。你杜琪峰嗰啲戏都系讲呢啲嘅啫嘛，俾几廿万唔知边个安家费咧，咁就去做噶啦，尼泊尔啊，乜乜乜乜都好。咁啊，话说东方同你统计、啊，三月时候啦，短短四个几。小时入边啊，屯天园接连发生三单嘅街头劈友，牵涉本地两大黑帮争女，话冲冠一怒为红颜。最无辜嘅就系喺餐厅入边咧，有个年仅四岁由亲戚带嚟来港旅游嘅内地女童，咦，高级货喎呢个，肯去餐厅食嘢，其他嗰啲两送饭嘅啫嘛。总之东方讲到咧，黑帮已经去到无法无天嘅地步，相互担惊受怕，旅客亦都一步一惊心，阿无怪乎赤柱美利楼都要执。以成绝响啊！咁东方就同萧泽颐、萧李素宝咯。旧年啊，就有九万几单嘅罪案，比起前年咧升咗成三成，整体破案率就只有三成，惨不忍睹。一味喺度讲啦，高官讲噶吓，社会复常，但系犯罪活动咧一啲都冇遏制啊！嗱，东方呢度取笑紧大饼强，因为大饼强之前话啦，你社会复常，经济活动增加，有嘢老劫，犯罪活动自然增加噶啦。咁但系东方就嘲笑。佢咯喎，執法部門彷彿係冇責任一般啊！聽未足講，全黨屎清光，佢面唔面懵㗎？佢定還是要請出我哋嘅葉柳姐姐啊？你大餅強啊，完全冇 Q 用噶，低級紅係嘛？淨係一味識得喺度反駁，佢反駁隊大將軍嚟㗎喎。
似乎叶柳想捞咗嚟做啊，女将军好啲，可以反驳呢个罗琦72寸长腿孖叉佢。我就系知道咧，香港目前系叫做文武火翻煎。咩叫文武火翻煎啊？冇嘅，大家就可以睇到啦。黑帮嘅黑吃黑，国际大都会日又劈夜又劈，唔系劈酒啊，系劈到你变肉酱意粉啊！呢啲就叫做武火，而文火啦。当然就是那些 JPEX 啊，那些虾饺烧卖王子啊，啊走过嚟高歌一曲咁啊，老掠咗几廿亿去噶咯，啊又或者同你讲唔知啲乜嘢有得赚钱咁样，到最后啊，我啊引用东方嘅最后嗰句啦，听日中共全党史清光，最后嗰段系咁讲噶，显而易见，本港治安已经去到水深火热嘅境地啊，同时经济咧疲不能轻，咁啊好笑啊，之前唔系话由乱及治，由治及兴嘅咩？治安搞成咁嘅款，你都仲係好亂喎，邊忽由亂及治啊？一個月啦，有成300多間食肆結業，零售業銷售額總值遠遜預期，顯示危機係迫在眉睫。奈何港府咧振興經濟乏力，呢個係踎波啊嘛，因為胡蘇都講咗佢㗎啦，你應該放血啊！佢唔聽，唔肯派消費券，派糖，派剩，公務員亦都唔妥許㗎。之前講過你㗎啦，林鄭話加薪 7.6， 你又壓到2.幾，你是应该大幅加薪 50% 的嘛，帮公务员团体。你而家咪冇晒士气啦，结果就俾人民武火翻煎啦。东方讲到啦，而家连管理治安都束手无策。难怪整个社会不断沉沦，着实叫人神伤啊。咁我哋同时之间引用返郑雁孔嗰句啦，由乱及治，由治及兴，兴的动能啊，你个动能直铲落地獄咋啩，就係咁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